虎扑11月24日讯，根据图片报的摄影记者拍到的画面，拜仁球星基米希目前已经在塞贝纳大街的训练馆里被拍到进行跑步训练，来进行减重。基米希预计最晚在1月底可以复出比赛。基米希此前在拜仁队多特的比赛中膝盖受伤，